首歌献给我们的世界球后 TTY 戴姿颖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是戴姿颖，每次看到他的比赛都会赢。这次的奥运，他一直落二打赢对手。每次打开电视都30分钟就结束，看的其实不是很过瘾，但是代表他的技术已经登了顶。我们都挺你，全台湾都爱你，这就是我们的球后戴姿颖。小戴带给我们的比赛，每球每拍真的打得很精彩，不想辜负了期待，辛苦的伤到了膝盖，很不舍我们只能献上加油的爱。一个箭步向前就前场吊球，一个向后跳跃就后场杀球，你就是这么的优秀，羽球场上面的领袖，不管输赢你都是我们的第一名。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，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，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